月呢？我是直接带来下一首歌吗？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的支持。那么我就接下来。黑鼠。那么我下面一首呢，给大家带来一首简。下一个节目给大家带来一首《简爱》，不用不用，就是这首。把词帮我拿出来，谢谢大家。人变了心，言而无信；人断了情，无谓伤心。我一直聆听，我闭上眼睛，不敢看你的表情。满天流星，无穷无尽，我的眼泪擦不干净，所以绝口不提。所以暗自反省，终于我挣脱了爱情。把爱剪碎了，随风吹向大海，有许多事让泪水洗过更明白。天真如我，张开双手以为撑得住未来，而谁难保。越深的深，越明白爱要放得开。是我不该，怎么我会卷着你卷成依赖，让浓情在转眼间变成了伤害。欢迎来到直播间的各位朋友，希望大家在这里度过一个美好而愉快的夜晚。谢谢大家，再次感谢啊，我们的老板送来的烟花。我的眼泪擦不干净，所以绝口不提，所以暗自反省，终于我挣脱了爱情。把爱剪碎了，随风吹向大海，有许多事让泪水洗过更明白。天真如我，张开双手以为撑得住未来，而谁难保爱永远不会染上尘埃。把爱剪碎了，随风吹向大海，越伤得深，越明白爱要放得开。是我不该，怎么我会卷着你卷成依赖，让浓情在转眼间变成了伤害。谢谢谢谢大家，谢谢老大，谢谢谢谢各位大哥，谢谢。好，那我们欢迎最最帅气的我黑鼠过来接着主持。对不起大家，我又撒谎了。哎，这个唱怎么样？这个唱怎么样啊？刚才这个也唱的是很不赖的，对不对？我们家族就没有唱不好听，个个都唱的好听。刚才我们的软软给大家带来了一首非常好听的，一个是《简爱》，还有一首是啊，我忘了。哦，风筝路啊，风筝，一条船上的蚂蚱。
一个船上辣子。啊，非常非常感谢啊，非常感谢老板给我们送出来的这个烟花，还要感谢我们老大，还要感谢所有的朋友们送来的掌声666，还有你们的礼物的支持啊，非常非常感谢老板，老板年轻，老板大方，老板有钱，老板漂亮啊。那么感谢大家莅临我们的这个 MS 的演唱会啊！时隔很久啊，我们的 MS 已经很久没有开过这样的演唱会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最近呢，这个天干物燥啊，大家的嗓子都出了一点问题啊。昨天我们跟老大聊天的时候说啊，我们很久没有搞过这样的活动了嘛。老大双手一挥，再让大家感受一下喵波 MS 还是有人可以唱歌的。让大家感受一下不一样的直播啊！除了我们看到那些啊漂亮的热舞以外，还有那些刷奖气氛很好的房间以外呢，别忘记了还有我们才艺表演很溜的 MS， 我们曾经在喵播啊唱歌主播最多的 MS 啊。所以呢，希望大家不要忘记我们 MS， 也不要忘记我们这些唱歌的人。我们这些唱歌的主播很辛苦，其实比起其他的主播啊，但是我们不在乎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就是这么贱。应该给我点回应的啊，他们都响起了掌声了，就这么贱啊。啊，刚才我们的软软给大家带来了非常好听的，接下来呢要换一下口味了，老看女人没有什么意思，对不对？接下来换一个男人来好不好？换一个男人，那个男人呢是我们家的才子啊，我们家的小才子，这个我们的李子啊，给大家带来一首非常好听的吉他指弹《风之诗》啊。啊，哎，来，我们把凳子搬过来啊，凳子搬过来以后呢，谢谢这个让李子坐在凳子上给大家弹一首非常好听的吉他指弹《风之诗》。选曲，请坐啊，请上座。坐在这里感觉怎么样？凉飕飕，晚风轻轻吹到，感觉凉飕飕，是不是？对。很少有人就是刷爸爸，刷爸爸。